美国小天后席琳娜·格梅兹近几年因身心健康出状况，令她不得不慢下来生活。除了罹患红斑性狼疮，需持续服药导致身材走样之外，网络上对于她的嘲讽和谩骂也从来没有停止。早前她宣布将远离社群平台一阵子，让自己好好休息，但过没多久又发文表示，真希望能拥抱这四亿里的每一个人，并感谢所有喜爱她的人。原来她的 IG 追踪人数已经达到了四亿，成为第一位突破这个数字的女性用户，更被网友们誉为社群女王。席琳娜如此圈粉的原因，就是因为她大方展现了自己最真实的皮肤和身材，并提醒众人要善待自己，与过去的自己和解，充满大智慧的发言，难怪会深受众人喜爱呢。